實我已經講埋月本㗎啦，但係咧佢唔願意出鏡。呢位人，呢位小姐，你聽佢把聲都認得出佢邊個啦。美麗嘅人係唔願意隨便出鏡。佢話今晚要化妝先願意出鏡。我冇咁講，我即係話我而家好沉啫。出鏡咪出鏡。冇啦，我唔想出啦，唔好整埋啲觀眾嘅眼。好大塊面，重出江湖。行開，我哋佢而家帶我哋食呢間叫咩話？油雞飯。Hacker Chan 油雞飯。等我話，佢話係米其林幾多星啊？冇星。唔知係冇香港嘅。唔知啦，反正等我嚟試下啦。好凍㗎，而家11:00喺 Melbourne， 我哋準備去 club， 係咪傻的？好凍啊！其實唔早啦，快11:00噶啦。等我嚟睇下依位美女喺度做咩啦。嗰種袋裝咩啲啊？你有袋啦。我哋準備要去 road trip， 所以咧而家喺度 pack 緊。12:00出發咩啊？十。而家11:09。哦，差唔多。訂咗11:10。12:10分去台。走啦，我哋出發啦。我哋要同佢唱，佢飲茶，係好飲嘅飲茶。係啊 ，Welcome to Melbourne 啦。Siri 就話 ：I love Sydney。啲人神都流喺度跳，跟住前面有人打鼓，不過依家早上應該唔打吧。好似麻辣燙。他們跳舞只是拿 video 來喂，是啊，笑死了。我們現在要去買一個洗頭水沖涼液，我們現在在 Big W 是一個賣很多日用品啊，鎖什麼，是咯，是咯，中國批發來的衣服啊之類的，電飯煲啊，各種各樣的。我哋又嚟早咗，所以要等下佢啲 friend， 我哋再飲茶。然之後，思如話要等我哋睇下 Melbourne 啲藝術氣質、風氣係點樣嘅。係中意將啲台咧整成咁矮，然之後個人就坐到咁 Q 高。就係想食嘢，其實要咁樣踎低個腰嚟食先得嘅。啲都是 rock cool， 新嘅 rock cool 多得多了。好想给你宠爱，不散不散不散爱，嗨个不明白。最近呢位小姐中意喺茶楼蹦迪，中意咗 TFBOYS， 我真系唔好明。咩叫中意 TFBOYS？ 我系中意嗰首歌啫。我而家咧，想跟你分享。冇错。难过想给你肩膀。我哋而家食完饮茶，然之后咧，而家准备去边度啊？你宠爱。知唔知？去一個半鐘路程嘅地方，我哋都唔知喺邊度，反正就係 road trip。我想做這個，哎呦，找住了。不是，我們現在在哪兒？兩左，一左有一個藍精靈，左還一左是這樣。我頭都要去哪個地方？你是不是想這樣？我們已經到了 Porn 天 National Park， 我也不知道怎麼讀。反正就是这个地方。你们同学们，走长的走短，有三条。各位团友，等我嚟介绍下呢个 National Park。呢个咩树啊？导游？呢个系绿树。呢个咧草。绿草。历史啊。系啊。我。我问他这是什么树，他说是绿树。他一个小树皮。绿草。再拍小树。绿草。看。来下，等下做一段 catwalk。catwalk 是吗？他是直接走一段 catwalk。嘿。你不知道什么 catwalk？ 他。来到这里就没有太阳。对啊。哇。
陽光灑落你嘅感覺 ，amazing。Darling you。